欸，他们三个真的铁粉哎，三个人都是玛莎的发型哎，这怎样？交给这个铁粉哎，好，那你要听那个玛莎唱什么歌？喂，墨尔本的都是那个主持人是不是？你们怎么那么有梗啊？你们对。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。这一次来悉尼，我其实有提早两天先来这样，然后我觉得这里的天气真的很舒服，然后去了很多咖啡店，喝了超多咖啡的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那个咖啡因还在体内，非常亢奋这样子，所以体力很够，希望可以跟大家呢度过一个非常摇滚的夜晚，好吗？怪兽是咖啡因还在，然后我是今天中午去那个 Fish Market。就点了那个生蚝，然后所以现在体内很多生蚝，这样听起来也怪怪的。我是白安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墨尔本，然后很开心见到今天在场的你们。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，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，绝不退休。我想要的爱，尽管离得遥远，终会有一天。我喜欢这一切，把过去。还有跟玛莎预约点歌，我记得那时候签书会，你们有说你们在澳洲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，你不要叫了，拜托。对，我很担心你的喉咙。欸，他们三个真的铁粉哎，三个人都是玛莎的发型哎，这怎样？哥给这个铁粉，应该的。好，那你要听那个玛莎唱什么歌？喂，墨尔本的都是那个主持人是不是？你们怎么那么有梗啊？你们对。